我久违的一个人开场了，有一点紧张，因为平常都我们审，但今天两位本审不在。唉，虽然他们很爱呛我们，但是他们不在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小寂寞了。好，言归正传，今天呢，为什么是我一个人开场呢？是因为大家都去准备了。今天我们要做一集比较特别的《与我的推》系列之阿月篇。那我先前情提要讲一下这一篇的由来。去年就是我们有录一支188男团的影片嘛，没有看过影片的话呢，这边请。当时的影片的主角其实应该是阿月。那一天因为呢下大雨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来，所以才临时变成我。然后阿月呢，因为在意这件事情，他大概跟我吃了一整年的醋，我们就帮他想出了一个这个企划，就为了要弥补他。阿月，你看到了以后，你们可能很感动啊。这个企划呢，就是特别挑在七夕情人节。七夕要干嘛呢？就是牛娘织女会牛娘。织女啊，好，反正就是讲这个牛郎跟织女的故事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把阿月呢塑造成是一个女主角，就是织女。但她到底是知性的织的织女呢，还是很多织会喷水的那种织女呢？不可以失色，回来，优质频道。我们今天就是召集了牛郎，但这些牛郎呢非常的有特色，他们的艺名都是古早味零食的名称，有浪味仙，有满天星，有什么什么，等一下你们自己看就知道了。因为要去牛郎店消费，所以呢，我这次一样有准备红包给阿月发。我为了这次看起来比较正式一点，我先用假钞替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哇，6张钱，那这个六张呢，其实到时候呢，都会同等于一张新台币100块。获得奖金最多的人呢，就可以独得这全部的钱，也就是600块。准备走喽 ，Go Go Go！ 嗨，阿月，嗨，什么啦？哎、欸，好了，真的是小书屋了，我就哎，你还记得我来，你知道我今天帮你就是规划了一个弥补你188的那个遗憾的一个。上次其实我们是拍照，然后顺便录一个短影片，这次是为了你特别筹划了这个东西，赶快去领你的体验吧。我走了 ，Go Go Go！ 其实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，完全没有预演过，好紧张、欸。我现在有点紧张哎。Hello。哇，感觉好大哦！这位是真有味，大小不是重点，我最挺。我先说是真有味，然后下一位就是我们的可乐果，是可乐果蚕豆腐，让你又热又酥。可是这个好搞笑，一生吧，我想再一生跟四十年，这样的形状很特殊哦，里面有石榴。这位是我们的满天星，是满天星。快乐到哪出来？还有很多形状，对，很多形状。第一名是小花狐，它是来自台湾的地美粉红，我的颜色非常干净，我是干净的粉红。这是干净的，这是刚割完。谢谢干爹干妈，插播一下广告。你有在看 Netflix 吗？呱呱，除了影集之外，它看动画也非常方便。我们几乎都在这边看动画了，像 Spy Family， 不管新的还是经典的，都帮你整理好。可是有些 Netflix 影片换个地区就看不到了哦，呱呱。如果要看跨区影片，使用免费的 VPN 几乎没有办法。所以要介绍一款超强大 VPN Surfshark， 它拥有超过100个国家、3200个伺服器，几乎支援所有的手机、电脑、平板系统，而且很安全。呱呱 ，Surfshark 对资讯几乎只有进行加密，并且隐藏 IP 位置。现在加入使用我的折扣码，一个月只要2.21美元，不满意30天无条件退费，订购2年的方案再送3个月免费使用期，输入折扣码 ALMAL 嘛，就可以马上获得70%优惠，加上3个月的免费使用期。下载连接留言置顶。广告企划说拜拜，拜拜。我今天有帮你准备了你的消费券。哇，对啊，哪一位牛郎累积到获得最多的，他就会独得这600块，他是真的，他是真钞哦，这是假钞啦。但是那我呢，得到最多的人就可以跟我换一包这个今天的奖金，今天是真的有奖金的。这包这里面你摸一把，这两包。好，我们请可乐果跟真有味留下。Round one。我好期待哟。哎、欸，他不行啦，这个可以下去了。哎、欸，这也会怎么硬哎、欸？你到底除了摸了之后，看你怎么让他帮你开刀？要硬出女人，太多人医药费吗？好烂哦！大家休息一下好了。
那我先来吧。不可能，我觉得你要可怜可怜我。主殿下，想必你已经听过我可乐果的大名吧？我们牛郎最重要的就是妖力啊！我想要展现我的妖力给大小姐看。为你准备了钢管木。Really？ 你是钢管木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清唱，让你知道来自美国德州，来自 America， 为了你学习中文学了500年，就为了这一天。哇！还有昨天晚上我特别关注你的动态，你说你特别喜欢孤勇者飞手车，我就为了你改变了孤勇者。爱你今天的衣裳，陪我下面这一场。爱你和我的对望，我觉得好爽。搭上我的肩膀，你今天选不选我都无所谓，因为我们还有未来会让你沦陷。哇，好浪漫哦！本届的歌姬现在就为您带来我们家满天星所要表演的才艺，他唱一首歌献给你。我只好把我的生气气给你。我们家的满天星是店里面最可爱的。没有，我觉得你们家请来的男公关都有一点过嫩没有这一位啊，这一位，这真的是对比组，就是想要让你体验一下，到底你喜欢老的姜还是嫩的姜？对啊，直接喜欢德州卡资深一点。我要开卡迪娜的包。Oh yes！ 我跟从这里面跳出来。远渡而来，你愿意接受我的安全之吻？好啊，来吧。怎么会？哎、欸、哎。欸浪未歇，浪未歇，浪未开的似神仙，浪未歇，浪未快乐似神仙。你看我今天选的颜色跟你有有非常搭配，心有灵犀。好，你看我等一下，好，你还从这边过。不过我是小泡芙，今天是来泡你的。你啊，我回去私底下聊一下，你说话艺术的部分，不要给我们家男明星哦。反正我胯下吧，进去吧。好，可不可以？放进去。浪未歇，快乐似神仙。浪未歇，快乐似神仙。我原本期待也不是这种约会。你妈个头啊！哦，你完没完啊？你真的好浪啊！我好喜欢你这么浪啊！我要塞满你的
的小嘴巴来怎么打开？哎呀，你的那个织女的织已经变成织意的织了。现在呢，在场的各位，你刚才都已经就是全部都体验过一轮，是有些很青涩，然后有就是很有经验很油。嗯，那你现在还可以任选，那里面重复的都没有关系。先直接讲，我要让后面的人做准备，因为我觉得小花是准备好的。再来就是势必要邀请我们刚刚浪到不行的当红红牌，势必也要再来一发。太对，粉红小泡芙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最好再给我想一下。Round four。你可以讲说你跟卡纳两个人相处的时间。可以大概就是你想要我帮你吹还是你帮我吹？我想你帮我吹。你只要讲那个部位，我帮你吹头发好不好？一个小时。哎，你可以回家帮我吹吗？我觉得我现在吹头发回去要洗耶，有那个卡迪娜味。这就是我的目的，我想要让你吹出真正的味道。那现在你有三十秒的时间说土味情话。我不会土味情话。但是我会用我的真诚、真心、真意让你感动，你愿意跟我相守相爱一辈子？你是我今年年底要在一起的对象吗？对。我们家的小泡芙就是他的这种恋爱导向，他也不想要太色，他想要可以带到一点清纯的感觉。那你要跟我说清纯的情话。喜欢猫还是狗？我喜欢大狗狗。哇！来，你要塞哪？在这里面吗？好，旺旺。我们先来结算一下好了。嗯，就是今天得到最多大小姐的钞票的是卡迪娜跟浪味仙。就是我们今天有两个奖项，第一个奖项是最佳心动奖，第二个是最佳牛郎奖。那我要先颁最佳心动奖。对，最佳心动奖要颁给谁？嗯，金选的。我要颁给小花。那最佳牛郎跟最佳心动你取决在哪里？我喜欢就是你要可以一起唱歌，而且他说要替我唱一辈子的歌，我们可以一起唱。那你现在就是可以跟他拥抱一下。哦耶！因为今天惊喜不断，但是我准备了两束花，第一束花是走王美系列的花，这个花价值不贵，大概1900多吧，还是1600多？真的吗？对，真的真的。这个呢也是王美花，很趣味，对，很趣味，而且这个非常的实用。为什么？因为上面的花是内裤做成的，这些内裤花超美的内裤花，既美丽又实用的内裤花，这个也不便宜，你可以选择一束送牛郎，另外一束就是给你。那我要希望你为了我要时常换内裤。不会的，我要把内裤洗干净，洗干净要换好的过来。那我问你下巴。哇，好的了。嗯，等一下，是这样吗？他也丢了。你是我的真命天女。哇！被圆梦的潜在被整是吧？你还该被整啊！谢谢你的